这首歌虽然是我的那个最后一首歌，也是我要毕业的歌曲，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的是写给我在座的所有的学弟妹，因为我是希望说他们可以带着属于自己的梦那个旅行箱四处去旅行，把自己的梦想装进去旅行箱里面，在当你有一天打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。好，谢谢。光。
谢谢。